那其实国中生也是有困难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就是因为有那个国小的，三角形出现了吧？对吗？先把它好，所以这样子比较难，但并不是说不行哦，并不是说不行，是可以的。好，来玩玩看好不好？好的，这边解释过了哈，基本上啊，70到75之间都可以问的。这是我们学校最快的。睡觉了，你们起飞了。那你们应该要补名了。然后你的。你们的淀粉要重做，淀粉是德国的国旗，德国的国旗。啊，那旁边这个呢？这个是荷兰的国旗。哦，然后这是匈牙利，然后我会偷偷在放一些点点，彩虹管的粉色颜色，还有。So what is this?注意看前面，细胞鼻血，尤其是细胞核。大的请举手，老师帮你确认。两好。pH 值在0到6.0之间都是黄色，7.6以上都是蓝色。